Hello， 大家，我是金鱼脑，这位是晴晴，我的逛街小天使二号。对，然后我们今天呢，想说要逛两间还没有逛过，然后一直以来都蛮想逛二手衣店，一间是春花二手衣，另外一间是小麻雀，然后它是无人商店。我们现在已经到春花这边了，对，然后其实我们刚刚已经逛完了，对，所以带大家看一下我们刚逛的吧，这间店真的很可爱。胸章之类的，哎，感觉你会喜欢这种。安安，是这样，超级像在电影里面的那种，哎，反过来就是便当袋，可以把便当放里面。哦哦哦，心脏帽夹，感觉都很多都是你可以试穿的。这个是什么？它是蚝壳粉。它是取代小苏打粉，还有沙菌跟纤维漂白，然后我们也有卖它的卖，所以它是台湾产的壳哦。所以是这个去磨成粉，蚝壳粉，然后它就长这个样子，然后你可以来这边自己装。卖二手衣服之外呢，它还会卖就是一些环保的用品，让大家可以来这边无包装来填充自己想要的东西。然后这边还有食物袋，好多颜色哦。这好可爱哦，它还可以这样拿在手上，可爱哦！我刚没有发现呢，好 Q 哦！洗衣小蓝莓，它这边还有可以装的，就是你可以自己带容器来装，然后还有竹牙刷、吸管，用这个去代替洗衣精，然后来洗衣服。还有这个丝瓜烙，但我不知道这个它有没有在卖。以前人拿来洗碗都是用丝瓜烙，但是之后才改成塑胶的菜瓜布，然后就其实还蛮多人会想要把它改回来，因为这样比较天然。来看大衣，什么感觉？你会穿？这个很 Q 哎，可以试吗？这件吗？来看多少钱钱？才480，超便宜，对吧？惊讶，大惊，太大了。螺丝医生，就现在很奇怪的穿搭，是这样吗？紫青口头禅，蛮可爱的。高跟鞋，对啊，这很好看哎，但我不太穿高跟鞋。好啊，来试穿一下好了。好糟糕，哎，不是，我现在是不是跟你一样高？快点。我们站一起，我们现在是一样高，有吗？哎，这高度空气好像还不错啊。可恶，它是不是有一点？它的材质蛮特别的，可是我应该不会穿吧？就是太大了。穿搭小天使正在帮我挑选我适合穿的衣服，好有用，还有性感美背。我说阿金这么矮，什么都不行啦。什么？你现在在干嘛？你说。随意就巴黎小女孩，随意巴黎小女孩，那我要进去喽，拜拜。你现在串成我原本自己的仓库，感觉还不错。觉得吗？我觉得280可以买，买，买，对，好买。Q 蛋请跳舞。招牌舞步。有点。
点 man man 的。腿超长，大家快跟他说他的腿很长好不好？他的腿真的很长，可爱，我觉得这样出去很可爱。我发现了一个东西，这个是零废弃的化妆棉。然后我之前就有在找，就是因为现在化妆棉都是那种抛弃式的、啊，然后就其实很多人都会自己做。我想要买，因为化妆棉其实真的就是一块布料，你只要把它就是重复洗就可以重复使用了，就没有必要每次都要再去买新的。3片50，来买一份吧。今天要购买的是卸妆棉3片，赞。然后还有这件。哦，好好好，赞！没错，是330元。耶、yeah, ，开心！我超喜欢这件的。下次见。刚刚去逛的那间店，然后他说他们只营业到这个月底而已，直到4月底，好难过。他说就是其实像这样二手店真的很难经营，然后最近又因为疫情的关系更难经营。对，但是我觉得我超喜欢老板娘，因为他说他就是一个很怕逛街、很怕店员来找他的人，所以他想要营造他的店就是一个他可以放松逛街，然后你爱怎么试穿就可以怎么试穿的一间店，然后你不买也没有关系，他不会给你压力，他就希望你喜欢你的衣服，而不是买回家然后就是不穿然后丢掉这样。我看了这么久，然后我终于来了这间店，结果它竟然要关了，但还好有逛到。好啦，小麻雀在那边，我们家走过去，然后它是一间五人商店，然后我好像还没有逛过五人商店，所以不知道是什么样子。好自在，好开心，没有店员，没有人会理你，超赞的。如果你是那种有逛街恐惧症的人，就是觉得哦店员每次都来烦你，你就很适合来这种无人商店。但是要大家要诚实，要投正确的金额，不可以偷拿衣服。他这边还教你折裤子，他说你拿了哪些衣服，放了多少钱，他的长相我们都知道，然后你就把金额投到这边。它还有各种纸袋，所以你如果买完真的想要装，你就可以拿它的纸袋。好多，真的吗？这件多少？50。哈，它是走那种跳蚤市场路线的。Oh my god， 真的，这个100。有衣服想要捐赠，可以装在袋子里，放在结账台下面，我们会代为处理。真假？哎、欸，那我有一件衣服可以带来哎，所以你如果有衣服，你觉得它还算完整，你可以带来这边。搞不好带来这边的话，它可以被好好的卖掉。Maybe。鞋子100块，好扯哦！这比去跳蚤市场还要更便宜。它这边有很多鞋，如果你这种刚好就是 size 合的话，就很幸运喽。然后它还有皮带。那还有别人放的化妆包、袜子、小钱包，这边还有一些帆布袋，这个可以看一下，比较民族风的包包，这还蛮多选择的，有很多不同风格的衣服在这边，100块耶！这间店的衣服好便宜哦，傻眼。嗯，那很好看啊，这件很好看哎。哎，是那个冲浪店店员。可以穿什么？这是裙子吗？太大了吧，好日常啊！好像还蛮可爱的啊。我觉得这件比较可惜，就是不能试穿。如果可以试穿的话，可以逛比较久。对啊，因为不然整个裤子这边我都不敢买。这个还有231哎，谁穿下？261本人。我想买这件，因为我觉得这件还蛮适合平常没事就出去穿的，对，很可爱。然后今天才100块，所以我们要进行神圣仪式，就投钱，投钱，投钱，100块，好，投进去，好，完成。那我去吃寿司，我好饿哦。我们刚刚发现它这边有一个小杯杯，然后里面是装着很多吊牌，然后还有剪刀，就是应该就是要回收吊牌的意思，跟刚刚那间店一样。所以我们现在就把吊牌还给他，我们放进来，好啦，走喽。要点鲑鱼互动饭，然后还有生食跟炙烧，这看起来超爆好吃。你要点什么？我点熟的。阿万真来了。那我要投资一口，
香。嗯，你知道我在点一个。哦，好香哦，在发光呢。啊，我的菜来了。哦，好好肥美哦。一碗275，我觉得蛮便宜的。哦，它超好的。Oh my god！ 艾米是这样切，好好好好笑。那茶碗蒸里面有鲑鱼，好赞哦！哇，太华丽了吧！它烤的这样超级赞，怎么变好像牛排哦？真的超好吃 ！Oh my god！ 我跟你讲，我刚刚反应完全不夸张，超好吃哦！你快吃。是掉，有个熏味，烟熏味还是什么的，自烧的味道哦，好棒。一条通是9分的话，你会给人家几分？这样好难哦。但我觉得这边应该比较少样，但如果想要吃冻饭的人可以来吃这个，但如果吃寿司就是一条通，合理。我会给他1.5到8分，好高哦，我是不是给太高分了？我觉得好吃，而且蛮便宜的，但一条通还是我心中的第一。好啦，那我们今天的二手店逛街之旅就到这边结束了。对，今天逛了2间，一间是小麻雀无人自助商店跟春花二手店。对，推荐大家进寿司，我觉得还不错，来公馆可以吃。如果大家有知道其他可能北部的二手商店，然后你觉得很推荐，不管是商店还是卖衣服都可以，可以在留言下跟我说。好了，那今天影片就到这里咯，如果喜欢这支影片的朋友呢，不忘记帮我按赞、留言跟分享，也不忘记帮我订阅跟按下小叮当。我是记忆力短暂但是爱翻片的花花，喜欢唱歌的君娜，然后他是知青，对，我的逛街小天使2号。那我们下次见咯，拜。说了好久，我的专辑终于要来了！金鱼脑的环保专辑募资在主播上面也已经开跑喽，我会把资讯都放在下面，大家记得要点进去看哦，拜拜。